调整它，哎，发现这只犬呢，哎，这个集中精力很好，哎，我们就销售这个犬呢，精神状态也很好，啊，销售了，完了我们就把它定下来。这个卡尔已经经过幼训了，啊，我们又经过3个月的集训，把它培养成一条合格的搜索犬，主要是有环境锻炼、搜索训练。 体能训练，体能训练，但是主要以搜索为主，搜索占了得需要20%-80%左右。通过训练之后，发现这个卡尔这条犬的搜索能力强，占有欲好，这个兴奋性强，啊，搜不着东西，它就一个不罢休的这个韧劲儿。2015年的时候，他在训练障碍的时候。 这个腿啊，就是这个木板，裂了以后，它木板脚插进去以后，它一跑，把这个腿给拉伤了，给别别了一下子。之后呢，它一直康复一直没好。在这个警犬队来说，这个卡尔这个工作能力是相当强的。我们只要它反应了，我们肯定得做出一些反应来，人类做一些反应来，对这个物品进行检查或者什么严格检查。 歇了吧，老朋友，回家好好歇着啊！给我干好活，今天干好活，明天回家歇着，听没有？啊，乖。就犬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，也是，就是说你人在生气的时候呢，它会对你有一种，就跟小孩似的，就耍耍娇似的，就好像哄着你这个人高兴起来，完之后再带它出去玩去。